这是一个特制的箱子，箱子里面有炸弹，这是保险开关。按下按钮，炸弹就会爆炸。所以要誓死保卫文件。人在，文件在；人亡，文件亡。嘿。杂货物，对，走。清理现场。对对。上海振兴银行行长大汉奸曹汉卿昨夜被刺，三个肉包。据悉，刺客为军统特工，是军统的一次铁血锄奸行动。号外号外号外，特大新闻。你的帽子没有？时间，我的好妹妹，难道你忘了我还有工作呢？你呀、啊，就是只有打探小道消息的时候才会想到我。哥，昨天晚上我被一个小流氓给欺负了，所以你今天必须要送我去上班，你听见没有？啊？看什么呢？你听见没有？你长那么漂亮，哪能不招呼你呢？
要保护我们，好不好嘛？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你的啊。你看什么呢？我看到一个朋友。哎，别看了，我请你吃早餐去。你也不能老吃包子吧？请你吃西餐啊，走吧。走嘛。的人是不会从自己的国家运送粮草和物资给前方打仗的部队，而是想办法从敌人那里去夺取。我们的候鸟计划正是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们不用大日本帝国的一分一厘，而是用中国人的钱去打败中国人。这是世界上最完美、最了不起的天才计划。嗨，你找我什么事？刚收密电。我军运钞车被劫，所有押运员全部阵亡。不过庆幸的是，装有候鸟计划的皮箱已经被销毁，没有落到敌人手里。幸亏那只是一个副本，原件还在影子手里。什么人干的？据初步调查，很可能是国民党所为。行动计划和押送路线是高度的机密。你立即联络影子，让他查清究竟是什么人泄露了行动计划和押送路线。一旦查出，格杀勿论。嘿，
进来。我走了，老爷。马上把这个给小姐寄出去，记住，千万别忘了。啊，放心吧，老爷，我不会忘记的。哎，晚饭我给您做好了，您热一下就行，我明早就回来。好，去吧。哎，走。哎，您等一下。哎，老爷，您的电话。杜老爷打来。哦，广天啊，吴兄，我有一件事情拜托你，请你一定要答应我呀。好，你说吧。吴兄，万一我有了什么不测，请你看在我们多年朋友的情分上，务必要帮我照顾好我的家人，好吗？广天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我发现了一个十分惊人的秘密，这个秘密跟我所在的振兴银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到底是什么秘密啊？哎呀，你都别问了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我只是已经感到了，不祥之兆。吴兄，我只求你答应我，万一我有了什么不测，请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好我的家人，好吗？谢谢。亲爱的，上车吧。喂，怎么了？哥，晚上记得来接我。啊。还有，今天晚上到我那儿去住吧。我住我的侦探社挺好的。嗯。你那破烂狗窝有什么好住的？再说我钱赚的也差不多了，够咱俩生活了。我觉得我们俩还是保持兄妹关系比较好。哥，那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过几天我就不用在抛头露面做舞女了，到时候我们就一起远走高飞。哥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少喝点酒啊。我不会偏心的，第一件来没来，通通的喜欢。好了，来，请我抽根烟吧。你先罚一杯。好，我罚三杯。酒量，吴兄，
艳福不浅呢。啊！哟，你们这儿真够热闹的。来来来来。哎呀，都说这仙乐门群芳争艳，可这茉莉小姐这一出场，那真是百花素裳，群芳十色。茉莉小姐可真是花中之王。唉，只可惜呀，花开时短，只等赏花之人呢。我王某有心摘花，不知道名花是否有主。你说的哪儿话呀？像您这样的爱花喜花之人，这世上有几个呢？哎呦，那我王某是否有幸可做那风流的探花呢？王老板近几日都来捧茉莉的场，您自然是有情有义的人，您不独占花魁，还等何人呢？哟，当然当然当然。不过此处非赏花之地，我们可否换个地方玩？好啊。哎呀，好，走。老板，玩得高兴吗？高兴。茉莉，照顾好王老板。走了，再来。神入化神探吴飞又破要案，天网恢恢捕房探员啊，我再建奇功，怎么样？这不是给你们巡捕房贴金吗？啊！哎，服务员，再来一瓶酒。好，马上来。哎，不，你都喝这么多，你还喝呢？哎，我都帮你破了案了，你说好请我一醉方休的啊，怎么后悔了？你可是堂堂鹰捕房的探长，君无戏言呐啊！行，喝。好，两位先生，你们的酒。哎，谢谢。嗯。啊，对了，嗯，林探长，我已经那儿已经说过了，欢迎你加入我们巡捕房。这是你的证件，以后呢，你就得随叫随到了，也算是我们巡捕房的编外探长。是吴伯伟交办的吧？吴伯伟是你父亲，那父亲关心儿子，岂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？你何必呢？本人呢，自由散漫惯了，没有他，饿不死，照样活得好好的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啊，来喝酒。叫你老板出来。上。哎，我是我是。先生，这什么事儿？这我们是76号的。76号，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呢。当局有令，一律不再使用旧币，快把旧币交出来，通通换成新币。本店早就不收旧币了，不收了。啊！给开旧币。对不起啊，那是本店的客人出于爱国心，宁愿使用国民党旧币，也不用日本人的新币啊。你的意思都怪客人了？妈的，老子枪毙了你！
太不像话了。王敬卫投靠日本人，强迫老百姓将原先持有的旧币兑换成为新币，这样一来老百姓手里的钱全都成了废纸，这怎么是兑钱呢？这分明就是抢钱嘛。你是什么人？难道就不怕掉脑袋吗？难道你也不怕掉脑袋吗？钱给我放下。敢问兄弟是哪一路的？自己看啊。原来是巡捕房的兄弟，误会误会，给我撤。老爷，我回来了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我给你带了你喜欢吃的西红柿啊！老爷，我回来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哎，老爷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说什么？杜叔叔他，太阳穴中了一枪，我们在地上发现了子弹壳，已经核对过了，这是从他手上那把手枪射出来的。伤口有明显的焦灼痕迹，应该是近距离射击所致。据法医刚才初步断定，死者的死亡时间约为12至14个小时，也就是说杜广天死于昨天晚上8点到10点之间。额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个我已经了解过了，是杜广天前天下楼梯自己不小心碰上的。这是孙博在发现杜广天死的时候摔落的，我们已经初步调查过了，案发现场没有其他人的脚印和指纹，也没有打斗的迹象，门窗都完好无损，没有被撬的迹象，各种迹象表明杜广天应该是自杀。
杀总是要有动机。杜叔叔自杀的动机是什么？陈宝，来喝杯水。陈宝，您别害怕，您再帮我们仔细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吧。那是昨天下午，我因家里有事和老爷告了一天假，回了趟自己的家。我今天早上买完菜回来，到书房门口敲了半天的门。老爷，我给你带了你喜欢吃的西红柿啊。老爷，奇怪的是老爷他一直没有动静。等我推开门一看，老爷他已经死了。孙伯，你昨天是几点离开家的？昨天大约是昨天下午3点左右。家里除了你跟杜老爷还有其他人吗？自从老爷把老太太和太送去香港后，其他佣人全辞退了，就留下了一个人照顾老爷的亲眷。孙伯，老爷在临终前有写下过什么话或留下过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老爷在楼梯上摔了一跤是为什么？哎，那是前天早上老爷下楼的时候不知怎么了竟突然跌了下来，还碰破了额头。现在回想起来啊，老爷最近些日子总是有点魂不守舍的。孙伯，您最近一次清理书房里的废纸篓是在什么时候？是昨天早上，我一般都是早上清理垃圾。早上。仆人来报，杜老爷去世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巡捕房说是昨天晚上，好像是自杀的。自杀？啊，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太清楚。给杜太太、杜小姐派急电，通知恶讯，通知人安排杜老爷的后事，还有去订一口上好的棺材。另外，杜太太、杜小姐回到上海后，马上接到家里来，免得睹物思人，再生之节。坐下吧。茉莉小姐，这位可是沪上有名的大才子李地生，李大作家。我都爱见过，上次不是还请我抽了一根烟吗？最近你经常到这儿来，老是盯着我瞧，对吧？茉莉小姐你好。
你是作家，写什么的？说来惭愧啊，我只是爬爬格子而已。哎，李兄，你可太谦虚了，你可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大作家，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，你的《海上风花录》迷倒了多少读者呀？啊，那两位慢慢聊，我们先去跳上一曲。嗯，玩得尽兴。是陪，是陪。好，慢慢聊。哦，《海上风花录》原来就是李先生的杰作啊，久仰久仰。茉莉小姐，你也看过？是啊，书中的玫瑰小姐写得那么悲惨，我每次看都忍不住要流泪。那是茉莉小姐说得好。李先生，不请我跳支舞吗？哟，茉莉小姐，我是不会跳舞啊。不会？那你到这儿来做什么？我是慕名而来。慕名？慕谁的名？慕我的名吗？对，我是慕茉莉小姐的名。我们跳舞吗？你真是个怪人。茉莉小姐，我请你喝酒。母亲怎么没跟着回来啊？收到父亲的问候，母亲不堪刺激，当天晚上就病倒了。直到我离开香港，她还躺在床上起不来。奶奶年纪大了，怕她受不了，一直瞒着她。莎莎，你父亲的事情实在是太突然了，谁都没有料到。我刚刚在美国完成学业，毕业以后到了香港与母亲会合，我本来想着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，可是我没想到我父亲他……莎莎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呢也得节哀顺变。虽然你父亲不在了，但是还有吴伯伯。吴伯伯会永远把你当做自己的女儿。案发当时的状况应该是这样：杜叔叔走入书房，把书房的门关上了。之后来到书桌前，他准备写些什么？
但是由于心神不宁，不慎将墨水滴落到纸上。之后他有没有再写？要写些什么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杜叔叔拿起了枪，对准了自己的右太阳穴，扣动扳机。子弹穿透他的右太阳穴，穿过头颅，从左额射出。如果杜叔叔真的要自杀的话，那他为什么没留下遗书，或者是只言片语？这样的情况有悖于常理。他会不会是被人逼迫的呢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我们在这书房里查了三遍，都没找到穿过杜叔叔头颅的那颗子弹头。还在查呢，我调查了他所有的人际关系，并没有发现他跟什么人有过积怨或过节。我也去了振兴银行，他的同事都说他在临终前并没有什么异常的迹象。前两天唐行长刚被人暗杀了，杜先生的死会不会和这件案子有关系呢？已经想到那一层了，但据初步调查似乎并无瓜葛。无论如何，我也不相信他会自杀呀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我父亲绝对不可能自杀。上个月他还写信给我母亲，说等我回国以后我们在香港团聚。他怎么会忽然之间选择自杀呢？是啊，我也觉得纳闷。杜叔叔为人宽厚，深情乐观，他怎么会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？可是遗憾的是，直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他杀的证据。我不管有没有证据，反正我绝对不会相信我父亲会自杀。对了，莎莎，杜叔叔临终前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吗？给你写过什么信，寄过什么东西？没有。你确定？真的没有。莎莎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。好，我等你消息。干什么？报告头，督察让你立刻停止调查此案，火速赶回捕房。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吧。一个夜像黑夜入迷，不知不觉迷失在夜里，你的雨飘忽不定如迷，谁能猜透你身后的孤寂？你的发声一天叹息，不知不觉就站这里，你的眉宇说还羞如迷，
谁能温暖你藏的孤寂？拥着你，哪怕全世界都可以忘记，只要在我怀里有一点点暖意。拥着你，哪怕全世界有一天失去，心甘情愿。